从来发没过。你好，医生。你好，你怎么了？你哪里不舒服？我的腿流血。给你。为什么你的眼睛很红的？我的眼睛很痒，我还咳嗽，还头痛，还打喷嚏。哼，你的眼睛痒多久了？昨天。你昨天吃什么了？披萨冰了。你躺下，我给你检查一下，我给你量体温。boom boom。你有一些发烧，你对葡萄过敏，真的啊？你要给我打针是不是？你要打针还是你不要吃葡萄？给我打针，因为喜欢吃葡萄。好，给你你的水笔。很痛。对不起。你也得吃药。什么时候吃药？饭后吃，一天一次两片药。谢谢，再见。对不起，不客气，再见。